亡羊补牢。有一天，牧羊人发现他养的羊少了一只，一查看，发现羊圈破了个洞。哎呀，应该是夜里狼从洞钻进去，把羊叼走了。邻居劝他，赶快把羊圈修一修，堵上那个洞吧。牧羊人还在伤心，羊都丢了，还修什么羊圈？羊又不会回来。第二天，羊圈里又少了一只羊。牧羊人终于明白了，赶紧堵山洞，修好了羊圈。狼再也钻不进羊圈偷羊吃了。